那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 Martin 的 OMJM。 首先我们看这个型号是来自于 John Mayall 的签名款啊， OM 呢只是啊这个型是一个标准的 OM 桶型， JM 呢相信大家应该啊这个词很简单， John Mayall 的这个第一个单词的缩写。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琴的配置啊，它的面板呢啊做成的是 vintage 的这种复古的颜色，面板采用的是这个英格曼的云杉的单板，它的背侧板呢采用的是东印度的玫瑰木。那么这个看到这款琴，我们会自然想起 Eric Clapton 的00281C， 它们的配置和整体的颜色色泽都差不多。那么区别呢，尤其在手感上区别非常明显啊。我们这个 John Mayall 采用的是 low profile， 就是 C 型的低一点的手感啊，握持感特别棒。那么如果是 Eric Clapton 00281C， 它会呈一个稍微加宽一点点，同时一个深的这种 V 型的手感。那么相信手小的朋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它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琴反过来可以看到，它的这个琴背后面也采用的是亮光的油漆，同时琴颈呢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心木的枕枝啊，这里有一个长的 long diamond 长的钻石形状的切割标记位于琴头的后面。那么弦钮呢采用的是复古的卷弦器。那么在包边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白色的这种啊 PVC 材质加这个鱼骨的包边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护板呢是标准的 OM 的小的水滴型的护板，纸板呢和琴码呢都是采用的是 ebony 啊乌木的这种材质。那么下面我们在一些音色的细节上，我们大家来听一下这支琴的表现吧。